所以，每有这份的功德，也是要靠虔诚、靠用心、靠道心、惜
咱身心得以休息。那咱我是人民是本地出身啊，这美德也难分身啊，我们是台湾哦，难分身啊。所以对细汉一直到细汉大年，都是以咱代表家国啊读书。那初中了去，他出国，所以一家有浓于血的一种感情在，所以回来到家也亲亲的感觉。尤其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我是咱家清山寺的观世音菩萨的客人啊。那关妈妈怀我的时候，好像不是那么的自在，那他就来这边求，那就指定说我要给他当孩子，他来帮忙我妈妈照顾我啊。那所以再讲叫咱前山寺的观世音菩萨进去进去里面，佮我较玄的，那我妈妈亲口说，那我是一朵莲花来投胎，所以应该了解我多世界，照顾菩萨进去那一年纪，那嘛是安尼看游戏啊，你小孩的时候，你那个迄个。就变成顺顺啦，一阵较白，哎，腿较薄，啊，所以关节看到青色的筋，啊，妈妈就担心讲这个囡仔会奇怪，结果嘛是来照顾，讲这个囡仔真贵气，伊也过来照顾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囡仔上面是来，不灵啊的，另外上面也帅面啊，就咱。故有是收的信众，等来当天咱不可参的大喜大悲。那咱知影，咱老师傅心心念念拢是这青山寺，是这个青山寺对持尊尊对持尊菩萨，写这个状是我一个重要的相，写这个状伊拢记得脑海内。那安会使找一个时间来复课，甲安家的用。那个董事长要求一下，带着我们的信徒来这边一尊一尊的顶啊，一尊一尊的印照你，然后还进去这边有很深很深的佛的气息。这个庙安在那边上十八万尊，所以感觉好像这台信众一来拜，不行啊，拜到不行，拜不灵啊，拜到不灵。啊，所以家代替大家，大家养起这种心境清凉，啊，他就心心许愿，都有诶安心的状态，这都是一个现前的解脱啊。希望大家用下这解脱，啊，把这个解脱也让我们放伫咱的心内，放伫咱的家庭，放伫咱的社会，放伫咱的国家，让规个国家会当风调雨顺。一切都是当缓缓结束。嗡、感恩。好，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师父呢，那么感性的一个慈悲开示啊。